你不该觊觎他，火种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，特别是你，叛徒，我绝不会让火种落入军团的手里。 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。趁这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的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呀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，也不晓得在忙些啥子哟。 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 MCI 通讯仪。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对讲都不在话下，样子是故意做旧的，跟当年咱们小队用的款式一个样。等我给你演示啊。 农民请注意，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庆生，重复。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兄你低调点噻，大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，又是宵禁，又是查军械的。哎呀，这个日子啊，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。 蹦都不了几天了，最近我干了票大的，哼，把铁狗的增压机系统给黑了。老雷，一起加入组织，咱们俩再干一票大的。干，哼，跟铁狗干得有当年的家伙呀。哟，老雷。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。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？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6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 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6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 老熊子也死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瘫，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次老熊的东西我给藏下来了，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我这还是信号，信号是，请大家不要。啊！ 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凶多吉少啊！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啷个办嘛？我这就去火炬塔，把老熊带回来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熊。 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
这里是旧城区，火炬塔在东北方向。 干嘛非得守着这破增压机？还不如我们充电。说是因为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我就快没电了。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 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
兵变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哎妈呀，是雷哥！这小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背着个这个大家伙，是去救他去吗？哼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活。我要去火炬塔，这条最快的路。嘿嘿，明兔不说暗话。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去最快了。这通讯仪是熊叔的杰作吧？哎，雷哥，你借我瞅瞅呗。给他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谢雷哥上司救我一命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熊没少问你吧？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其实啊，铁狗的终端机也被组织给拿下了。哎，那啥，雷哥，要不你试试旁边这台终端机？哎，雷哥，你去过的地方呢，通讯仪上都会记录的，忘记录了呢，可以随时打开查看。大力神，大力神，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包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，只要十荣币，附赠绝密新闻。小雷，我来一瓶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我还有事。Thank you.
地区，禁止闯入。是已经被抓了吗？老大怎么还让我们守在这儿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有组织那种啊！上次差点把变形钻都给偷走了。哼，钻头现在可被严密的守着，农民过去就是找死。没了钻头，那帮家伙绝不可能登上火炬塔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上火炬塔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？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。一条老命，这年头军械的生意做不得了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武师傅去铁狗那儿抢过。怎么，你也想找变形钻？嗯，没错。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，你去找武师傅打听打听，他准知道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武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武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的大力神呐。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，不收钱的。
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哈哈，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武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，不管多危险，我都要救他出来。难怪了。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背起来了。嗯，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铁狗严加防范，贸然前去无异于送死。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先去热热身，我先教你个一招半式。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。你这机械拳潜力无穷，我这招蓄力重拳正适合你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若你能找到数据磁盘，便能学到更多招式。磁盘？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下城区，他身上就有磁盘。武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。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唯有先除去饥饿，证明你的实力，我才可放心告诉你钻头的下落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饥饿，拿到磁盘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铁狗所设的隔离门，你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极恶。如若碰上挡你去路的障碍，不论是铁狗还是铁门，都可用蓄力重拳将其冲破，切莫忘记。如若碰上挡你，找到极恶，拿回数据磁盘，再向吴师傅打听钻头下落。
穷荒谬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你。别挡道！真是猛啊！他身上果然有磁盘，尽快恢复武师傅。
我回来了，吴师傅。师夷长技以制夷，用磁盘和这台机器能够帮你更快领悟。这一次，我看你应该先学跃升拳。拿到更多磁盘，就能继续解锁机械之力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未果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发电站的最深处。看守的机械怪极为强大，绝非简单的拳脚功夫能抗衡。然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可以一战。切记不断磨砺，日益精进，方可畅行天下。多谢武师傅教诲，我去了。右侧内屋的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站。万事小心。欢迎光临老钱的店。既然是武师傅推荐来的，就给你打个八折吧。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用正当手段花大力气寻到的稀罕物，以我老钱的信用担保，品质一流。老鼠的信用，彼此信任，买卖才能做大，所以我早就退出蜀帮了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不相为谋嘛。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用正当手段花大力气寻到的稀罕物，以我老钱的信用担保，品质一流。欢迎光临老钱的店铺。多谢惠顾。